有很多同学唱直音唱不了，哎，是不是？你看啊，他会唱如痴如醉，会唱成这个啊，这个就不太理想。在歌曲里面一定是多元化的演唱风格，我们需要直音的时候给直音，需要小颤音给小颤音，需要大颤音给大颤音，对不对？需要什么给什么。哎，那这一段只需要直音，看啊，如痴如醉，很多同学对歌剧两个字呢望而却步，就觉得哎呀，我这个肯定歌都唱不好，你让我唱歌剧，那不是扯吗？啊，那不是不现实的事，太现实了，你们相信我。所以我的歌剧班为什么上来没有讲红裳，我没有讲白毛女，没有讲这样那样的，是不是？就是我们歌剧也是从零开始，可以从基础开始，而且我讲得很基础。同学们，恰恰你通过这样的歌剧课呢，对你的演唱唱歌的水平有极大的提高，有极大的提升，是不是？一定把这个199的课买回去，你别说了，你就学到这一首歌就不得了，我觉得199就花得很值，而且它是三首歌剧，精讲，10节课加1节答疑课，课程支持永久回放。